好，我是圆儿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宝马的 A4L 和奥迪的三系。哎，其实这不是一个口误，这是网上的一个梗，就是说啊，三系呢现在变得越来越不运动了，不纯粹了 ，A4L 更年轻了，他们俩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改变和变化呢？其实纵观三系呢，在去年改款换代之后呢，得到了一致的评论，就觉得它妥协了。但好在啊，它的销量保持的还不错。来反观奥迪 A4L， 它的外观上呢有了更加运动的风格，内饰的营造也更加的有战斗的气息，并且整个驾驶起来的感受也是满满的这种年轻的味道，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。其实这两款车确实在风格上有了一些变化，所以今天我就把它们都拿来了。一个是宝马三系的 325L iX Drive 的运动套件版，一个是奥迪 A4L 45 TFSI 的夸丑版本，都是四驱版本的。只不过啊，这两款车呢，虽然它们一个是中配，一个是高配，但是它们落地以后降价之后的价格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，并且啊，这两款车也是它们的一个主销车型。我们就来比比看，到底应该怎么选 ？A4L 真的比宝马三系更运动吗？好，我们来先看一下奥迪 A4L， 整个这个车的感觉还是比较的年轻化的，从之前的商务精英范儿变成了运动的味道。前脸蜂窝状的进气格栅有了 RS 的即视感，机舱盖以及它的中网之间的进气口呢，又在向R8致敬。侧面部分呢，依旧是很有年轻和活力的，比如说红色的卡钳啊 ，S-Line 的标志呀、啊，以及这个三腰线的设计。尾部部分呢，可能跟前面那种犀利的风格会有一点点的反差，尾部的那种梯形的设计更加的稳重了一些，再加上第一趴的车身姿态，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？再来看一下宝马三系，整个三系的颜值依旧是很能打的。其实我很喜欢它的尾部设计，三系的尾部非常的立体，尤其是它的尾灯，并且啊还有一些圆润和饱满的元素在里面。在三系的侧面部分呢，依旧也有它的 M 型的标志。我们再来看前脸部分，这个和巴西类似的黑化式的格栅也是它一个很明显的标志了，让它更加的有了这种俯冲的即视感，战斗气息很浓，并且镀铬饰条的加入让它整个的这种高调感也有了一定的凸显。三系的侧面来看的话呢，也是很长的，让这辆车呢看起来也会更加的大气一些。其实两车你来看哈，外观的前脸部分还是有一些那种营造状态的不同的，它会更加的高一些，更加的饱满一些，而我们的 A4L 会更加有那种战斗气息的俯冲感一些。外观方面我觉得颜值都没有任何问题，只不过在细节上呢， A4L 有一个矩阵式的大灯，这个大灯不仅能够在观感上呈现出那种比较绚丽的状态，在行驶过程当中的排列组合也能够给你带来更加好的便利性，这一点是同级别的豪华车型是不能及的。所以呀，登场还是登场，这一点真的是要值得点赞的。刚刚比完了外观之后呢，接下来就要感受一下两个车的内饰了，它们的内饰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首先是我们的奥迪 A4L 的车里面，这个车给我的感觉就是太年轻了，坐进来以后呢，碳纤维的材质，红黑的这种撞色处理，突然让你有了这种年轻的元素以及这种活力的元素在里面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细节方面哈，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它这个平底式的方向盘，以及它这个 Agataro 的这种材质。首先方向盘的运动感很强，这个座椅啊不光是这个红黑搭配的颜色很好看，其次你坐在上面的这种支撑感也会更好一些，并且它这个摩擦力相对来讲也会大一点。接着是12.3英寸的这个全液晶仪表，以及它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幕，布局很合理，并且此次最大的改变就是 MMI 系统呢，成为了一个触摸屏的使用方式。值得说的一点是呢，它是豪车系统当中首款搭载安卓系统的，可以实时的去下载你的应用商店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
而宝马三系呢，其实呈现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去看一下三系此次最大的升级，就是它中控区域的布局。或许是之前大家一直都在吐槽这个万年不变的中控区域，于是它这次有了一些改变，感觉还不错。多个饰条的加入有了一定的精致性，旁边的氛围灯也给了它一些色彩的感觉。但是相对于 A4L 来讲，我觉得不管是它的色彩感啊，还是手感触感上，会有一点点的欠缺。不过除了此外的布局升级呢，还有它的科技方面也得到了提升。比如说 BMW Connect 的车联网系统可以实现不掏出实体钥匙就能够开启以及启动车辆，并且可以把数字钥匙的钥匙码分享给你身边比较亲近的五个朋友，这样也提升了我们车辆使用的便携性。三系的后排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棒，尤其是在它相对于老款车型的车长和轴距都增加了50毫米的情况下，腿部的空间很好，头部的空间也很足。但是它的不足也很明显，就是全系它的后排的座椅都不能放倒，对于后备箱的空间的拓展性就有一定的缺失。而且啊，如此加长的宝马三系，对于想要追求这种很强烈的运动性、操控性的同学来讲，就可能不太适合了。接着我们去看看奥迪 A4L。哎，现在我们坐到了 A4L 的车里面，空间上的表现依旧是没有办法挑剔的，有着充足的空间感，比如说腿部以及头部的距离。跟三系其实有一些小的差别哈，比如说在这里，三系呢 USB 线口没有一个小盖儿，然后它加了一个这个盖儿呢，就会显得更加的干净一些。还有就是我们后排座椅的这个杯架呢，它是可以单独去打开的，这样的话呢，哪一边使用就打开它，会更加的人性化一些。其次呢，就是它的一个优势，它的后排靠背呢是可以进行放倒的。2.0T 的最高配车型，最大功率185千瓦，最大扭矩370牛米，搭载的是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。此款的数据表现还是很优秀的。这款车呢，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很运动的，油门呢随踩随用，随给随走的那种感觉。变速箱也是非常的聪明，不管是在低速啊，还是我们这个高速的状态下，它的换挡都十分的平顺。48伏轻混的系统加入呢，让整个车的动力响应也会更加的积极了。悬架方面很明显就是一个运动的取向了，但是你能感受到它悬架给你最后的一个过滤后的感受，还是有一种高级感在里面的。
在城市道路当中体现出了它这种强烈的运动氛围之后呢，让我忍不住想要去山路上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个满满的运动风格。果然呢，它的表现依旧还是值得肯定的。首先，这款车给你呈现出来的在山道表现中的那种紧绷感十分的强烈。一来呢，是因为源于它这个座椅啊的支撑力啊和这个支撑性都很强；其次，它的底盘的整个的紧绷感也是很好的；再者，就是它提速的时候的响应是非常的快，而且还有一定的这个推背的感觉。花虫系统的加持呢，也让它整个这个四轮子的分配显得会更加的灵活一些。在我们多弯道的情况下，不管是它的一个入弯的这种响应的积极性啊，还是出弯的稳定状态啊，都能够让你深切的体会到，再加上灵敏的方向盘的转向，我觉得在山路上的表现也依旧不会让你感到失望的。虽然这两部车仍然叫做奥迪 A4L 和宝马三系，但是他们的产品力，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讲，车设已经可能发生着慢慢的转变了。看这辆车三系，它确实做了一些妥协，让我们看到它更加舒适的一面。一辆中型车能够给你提供舒适感、豪华感，这是作为一辆家用车最想看到的地方，这也是它比较成功的地方。再看这款车，一直有着引以为傲的科技感，此次加入了精雕细琢的运动性后，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推崇和喜欢。年轻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它，这也是为何在 BBA 车型当中，奥迪的销量一直较高的原因吧。如果要让我来推荐的话，我觉得啊，就拿这两款车的配置来比较，我个人更觉得此款车性价比更高，因为它现在是有一定幅度的降价优惠的。你是怎样看待的呢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我们视频下方跟我们互动吧。这期就这样，我是雨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